嗨，哇，这不是咸猪鸡哦，这是炭烤鸡排。这个，哇，今天好累哦。臭爸爸用辣的。后面有来神秘嘉宾，大家知道哦。这叫做什么？把它吃掉。戏棚下站久的就是你的，是这样讲吗？都要吃，好辣，有吗？没有，就把一些拉掉。我叫你要撒粉，撒辣粉。爸爸只买它，然后还加辣。对不起，爸爸，对不起你们大家。我出去再买一份，那应该没了。他在收了他们。我放不下。是那个炭烤鸡排，啊，这个炭烤鸡排其实。就是士林排很长很长很长那一家一间炭烤鸡排，然后乐华夜市其实也是分店之一。对啊，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就没人排队。对啊。哦。不知道啊。可是这很多排队。有可能是纯粹纯粹。有可能士林夜市那个是观光客。照这个逻辑啦。对啊，因为而且只有士林夜市那间要排队哦。对，其他的地方都不用排队。经过一个是，但有一间是说很偏远，是新竹还是什么的？嗯，正店哎，没什么人排。对啊。嗯。隔开吗？开。好。很响。很响，他啦。呀。阿妹。看我的啦。还是小动物？小动物看到鹿，刚超好笑的，在看卡通，就只能看卡通。嗯，海底小动物你们知道吗？而且是没有声音的。我觉得这个卡通不错。这个海底小动物很有教育意义。看一看，然后都忘记吃东西。这个海底小动物是本来就没声音的。嗯。不是我。啊！好，妈妈再用一个，来点那个。这块肉，这块肉，这块肉。这块肉。妈妈把辣辣弄掉。那可以吃那个。热皮就不行。这可以，这可以，这不会辣。哥哥、啊。哦，这块没撒到。早说。妈妈，妹妹，妹妹，那个水，水，水。早知道我买两份。肉做的是拿水罐那是骨头那是丢骨头来来看再打开打开这有点这有点在劲那你不要吃啦，你不要吃。不要吃的。要吃要吃。要吃又要辣，我就说这有点在演。妹妹也要喝，快喝给妹妹喝。妹妹都比你要辣。妹妹来。是妹妹自己的吃播，用手来。我跟他挑有骨头的来啃。我们都吃肉，我们在吃骨头。对啊，对啊，鸡排有一部分就是皮，一点点肉。大家都饿死，帮我出去吃火锅。要什么肉？这样会太夸张。肉吗？也配皮啊。
辣可以不要了，对啊。你看它扁的辣。干嘛？爸爸，因为我想爸爸抱一下。他很喜欢，就是靠在我胸怀里，他把我手抓着这样，但我又没办法吃东西。这么傻娇谁的女人啊？水喝完可以给我，能量喝，一起喝。家里面就很多水。很多水壶，我硬要藏那一个。没有，水壶有人喝的才好喝，是不是？他要吃，好，妹妹，多喝，水，多喝水。他不要。这块也是肉，对啊，其实我觉得味道一样啊，为什么？那这我就不要了吗？喝水，你看，可是我觉得它这个它的肉里面比较有味道，我觉得士林夜市那个好像。都没有什么味道，它只有外面有刷酱的味道，根本因为生意太好了，所以它做的特别快。你是这意思吗？感觉没入味。我觉得它里面那个没有味。哥哥，哥哥，换你。刚打的这个招牌话，应该做法都一样。而且啊，永和的比较便宜啊。我知道。嗯。75。是应该是80吧？哦。他现在应该也不用排队吧？啊？士林夜市现在应该也不用排队。不知道啊，我怎么没有去士林夜市？听说士林夜市现在很惨，因为场地不够，因为没有这那个观光客，所以说他就没有，因为士林夜市一直来都是做观光客的，嗯，日韩大陆啊，对啊。谢谢，给哥哥啊，哥哥要啊。哥哥还有水吗？嗯，给哥哥。嗯，想说。剩下就你的啦。我买鸡排回来，没有，出去买吃的时候你说你不饿，他不饿。哥来。到时候就买一份鸡排回来，自己慢慢吃。有两个小孩，就两个。妹妹。两个才会喝水。赶快喝完给妹妹，妹妹很霸道。你要买个水壶，有两根吸管。嗯，不是，你就买一模一样的。是啊，我们好像生两个儿子一样，为什么呀？通常不是双胞胎才需要两个一模一样的。不要抢，奶奶不可以。是妈妈在跟哥哥抢。对，好热，可恶。好好好，再加。啊。两个真的是。但这也是好事啊，多喝水。妹妹啊，妹妹很乖，妹妹就很爱喝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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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弄，水壶就不用。害我正在觉得最后一块鸡排吃完，我觉得我好像没吃什么东西，我好像可以再吃点三丁。他们说他也觉得他可以再吃点三丁，他一直都可以一直吃很多三丁，他就是吃到睡着啊。
好啦，希望星期天不用下雨，星期天还会再摆摆夜摆那个夜市那个三明治哦，好不好？大家记得 follow 我们的粉丝团哦，拜拜。